来看看这一家人，虽然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很辛苦，但是呢，他们并不烦恼忧愁，他们还有一个这个百万金头脑呢。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台中大四生了，他的父母亲卖面养活全家，孩子没有变坏。那么接着呢，这个助学贷款打工赚钱，现在靠创意发明了一个快速换页夹，卖出了100万的权利金呢，也为他赚进人生的第一桶金。这上面画面上，我们看到这一位才21岁的学生，他只花一个小时，他说呢，教创意发明课的时候呢，当时呢这个桌前面翻来翻去的，他突然想到了，如果说换页呢还要撕掉活页夹，那么是不是很麻烦呢？所以呢他从这个保鲜袋里头的这个夹链发明了一个小文具哦。那么这个创意呢的文具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呢，靠指导老师呢自掏腰包，那么也就是呢带他出国去参加国际发明展，结果我们看到呢获得了百万的奖金。